来者何人？没听说过，拿下。这难道是？哎呀，原来是官人！刚才小的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官人，还请恕罪呀。是是，儿根，快带这位官人去见大将。遵命。大将军是咱金吾卫的第一猛将，不但深受圣上器重，连公主殿下都对他亲言有加呢。而且官人，将军请你上去叙话。帅瞧你面生得很，你既自称为殿下效力，那是神医道天的仙长，还是新入朝的郎君？哼，殿下也是越来越胡闹了，区区草民竟也让本帅亲自过问，看来改日得跟陛下念叨念叨了。本帅日理万机，你有何事讲？且慢，尔等都回避，本帅要与这位侠士详谈。传令下去，谁敢擅闯，军法处之。是。你继续说。你说的是覆灭了乌兆全族的那把？哼，区区小邦，灭了就灭了，何足道哉？与我的墨圣剑又有何关联？当你能说出什么新奇之语？想不到还是这些老生常谈，与前朝那些不识时务的腐儒有何分？主人，他身上有好重的杀气。陛下有命，无论何人若有不利于墨圣剑之言语，绝不宽纵。你既自己找上门来，就莫怪我不给殿下面子了。我会将胜利献给陛下。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无法释放。主人，他的样子不太对，比刚才厉害很多。刚才只是小试牛刀，这就让你见识见识墨圣剑真正的威力。武大将军，哼，竟敢在殿下面前无礼。
若不是这位侠士冒险试探，本宫岂能亲见莫圣剑之患？崔柏林，为这位侠士疗伤吧。是。你也算有些胆量，竟能得殿下亲眼出手助你混入这金吾卫大营。本宫得晨曦长老传讯，延吉南疆有邪剑现世，能令人剑失神智，陷入癫狂，且随信附上的邪剑碎片竟与陌生剑十分相像，这才渐渐起了疑心。想不到武三哥一世英雄竟着了这陌生剑的道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崔柏林，带上陌生剑，咱们先出了金吾卫，再从长计议。武三哥欺负别人，像今天这么狼狈，倒是第一次见呢。长辈行事，小丫头莫要插手，否则你那皇帝老娘、死鬼师父，还有这位护花郎君，都保不住你的性命。这妖孽灵力之强，平生警戒。崔柏林，你的伤。今天吃的这亏，日后我定要加倍讨还。崔柏林，你伤势不轻，不如先回长安城。他自运筹帷幄，哪有空来管这闲事？若论疗伤，随你吧。连这等大妖都牵连进来，哼，真不知是你的面子大，还是莫圣剑的面子大。前有个叫真无痴的神秘铸剑师突然找到母皇，说是能铸造出一种举世无双的宝剑。那时父亲正为忘忧谷一事御驾南下，无暇顾及京中。唉，虽然那真无痴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，但母皇向来乾纲独断，说一不二，这陌生剑终究是派上了用场。那场大战前他就失踪了，连母皇的赏赐都没带走。属下多胆打断二位，刚刚接到传信，冀东村突现群妖，骑士三兄弟已先行前往处置。应是方才陌圣剑邪气爆发，才引得妖物蠢动。不过那骑士三雄追踪查探是一把好手，至于拳脚功夫可就勉强得很了。如今既亲见陌圣剑之患，本宫便先传信与上官太宰商议一番，看看这封给母皇的剑书究竟该如何写。
轮值的时候，这不就是建国以为？
怎么只你一人？天机令主呢？啊？咱们兄弟三人循着蛛丝马迹一路找到这里，发现越往里走邪气越盛，恐怕除了妖怪，那剑还……崔大人身为天机令主，能随时处理攻击，绝不是小人。身手可真不错，那么多妖怪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不知比起天机令主如何？我兄弟齐力已经去前面探路了，若有线索，他便会传讯给我，让我到鱼塘旁边的小院去接应。说也奇怪，二弟他向来手脚麻利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
既然是大哥让你来的，说明消息已经安。那，就在这院子里面。还有，哎，可惜我和两位哥哥都武艺不精，此事只能交托给你了。太好了，除掉那黄人，我这张引雷符终于要有用武之地了。这是天机令主所赐的法宝，有开碑劈山之能，你现在就用此符将那洞口炸毁吧。辛苦半日，终于大功告成了。待我回转之后，一定要跟大哥说道说道，让他好好教训二哥。咱们在这儿累死累活，他却不知跑到哪里去逍遥快活了。大功当然非你莫属了。你瞧，方才天机令主特意传信给我，让你去村外见他，怕是有重要的事情交代呢。是不好走，不是冰匪就是妖怪。你说金无畏离得也不远，走。
不能使用。Thank you.
这是殿下给你的信，看过之后就毁掉。幸有同僚为我疗伤，眼下暂无大碍。你速速读信，我还另有要事。乃右羽林军遗存，曾清理莫圣剑之祸，若能得其正果，本宫便与上官太宰联名上书，定要领真相大白于母皇御前。此外有关钟无痴诸事，本宫已告知秦陵之盟，想必诸位前辈已在商议对策。连你也听说了，他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，看你势单力孤，要是害怕我就替你回了殿下。我是一片好心，你怎么就恼了？直来直去倒也省心，你虽是一介布衣，却比那些王孙贵胄更对我胃口。也好，我就看在殿下的面上多指点你两句。那群流寇原本盘踞在渭水东岸的清凉寨中，数月前流窜到归义林一带。要想从他们嘴里问出东西，就得去南北货栈找个交路通天的人。他是流寇的钱袋子，不但帮着他们筹措粮草，有时还替他们销赃。哼，试射官场，谁说得清呢？哎，那温博士真是可惜了，好好的一条汉子，却非要往那死路上走，即便是我也救不了他喽。昨晚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你竟不知道？赐教不敢当，一看阁下便是修道之人，叫我先生岂不折煞了我？哎，说来此事皆由一个叫温伯旭的人而起，他原是归义林匪首屠杰的亲信，为人重义疏财，极得弟兄们爱戴。哎，或是功高震主，或是欲壑难填。就在昨夜，温伯旭突然带着一帮兄弟反出归义林，引得屠杰勃然大怒。他亲自带人倾巢而出，将那些叛逃者都捉了回去。他虽侥幸逃脱，却还不如当场死了。那屠杰放出话来，要将这些俘虏在大庭广众下千刀万剐。我们能想通此劫，温伯旭自然也能啊。但以他的性子，明知前路无望，却也是不得不去呀。这个嘛，我也不敢确定。不过听说
有人在货站东边见过他。这话倒也没错，无论匪还是侠，都是一网乱尽的人物。你是图杰派来杀我的？你我非亲非故，我为何信你？好，若你能帮我救出我的兄弟们，我温伯旭愿终身为奴，一功差遣。我与兄弟们实在看不惯那图杰欺男霸女、杀人越货的卑鄙行径，决意出逃。想不到竟出了意外。带走
等级不足，等级不足，等级不足。最近这商路可真是不好走，不是兵匪就是妖怪。你说金无畏离得也不远，咋不管管？你说管他们就得管。再说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不怕死。也是精锐之士，想不到有朝一日就会这样狼狈。我是再也不迎接秋残之下那些故人了。
请先指定目标。解手上了，是温大哥请你来救我的吗？谢谢。多谢仙长，弟兄们才能从那屠劫手里脱身。我听闻咱们右羽林军的裴兰庆大统领在江都建立了虎骑营，我想先和兄弟们在南北货栈稍事歇息，再一起南下投奔他。只是那屠劫在落草之时，怕我等反悔，便收走了刻有咱们姓名的右羽林军军牌。我们兄弟几个激流长安一年，又曾当过贼匪，若没有这右羽林军军牌证明身份，只怕刚到虎骑营门口就被一通乱棍打出来了。
其实这里的流寇也不全是心狠手辣之辈，许多人皆因不愿离开故土长安，也不愿向伪帝效命，这才逼不得已由兵入匪。不过眼下的长安，无论官府还是江湖，怕都已容不下我们了。即使再舍不得，也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。此处无法使用。
忘恩负义的叛徒，你竟还敢回来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我早就该分道扬镳了，现在还嘴硬，哼！待我抓住你，先三刀六洞，再点天灯。仙长，你助我良多，可恨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实在不。仙长，但说无妨。哎，此事我本不欲再提，但既然仙长问起。那日我右羽林军经历一夜血战，终于和弟兄们杀出一条血路，与左羽林军的同袍在城外会合。孰料行至月灵之时，忽然遭逢金无畏堵截。我等弟兄都是武艺出众之辈，若论单打独斗，金无畏那些少爷兵哪是我们的对手？不错，我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剑，只被剑光笼住一瞬，左御林军三千精锐就化成了一道青烟，而被剑气所伤之人，伤口便会迅速溃烂，皮肤上生满紫黑色的斑点。多年杀敌无数，却也没有见过如此惨状。时隔一年，只怕，我想起来了，有几位兄弟的盔甲被咱们当作遗物保留下来，就放在渭水对岸清凉寨的库房中。本是咱们最初建立的一处营寨，如今却被一群妖怪占据，不然咱们也不会到这归义林来讨生活。此处无法使用，